澳洲的昆士兰佛光童军团的小朋友们日前是化身为小小水手，在海上来集体创作。他们学怎么样来驾驶帆船？我们现在透过镜头带你来看。通力合作拉绳索，扬起风帆，准备要乘风破浪。各司其职，顺利出航。澳洲昆士兰佛光童军化身小小水手，参与当地非营利组织昆士兰帆船培训协会所设计的航海训练，尝试驾驶传统帆船，不只培养团队合作精神，还有领导统御能力，也开拓了视野。试着掌舵当船长，孩子们轮流开着100英尺长帆船，从摩顿湾出发前进马蹄湾，沿途美丽海景也成为这场冒险的美好收获。因为是澳洲综合报道。